或者啥的出行没得来的，是不是？李嫂，早上好。早，阿姨。然后他就跳，然后一直跳到全部的人都在看着。对，这个之前好像挺这个氛围，现在放的感觉还挺好。哦，你说我们要干嘛？需要坐着吗？坐着吗？可以试一下。这个看上去好小啊。嗯，跟玩具木一样。我们上去看看吧。看这个。不做白不做，做了也白做，白做也得做。白做。干嘛还要做？那你总得做点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啊？看一下啊，是什么旧居拆迁之后啊，保留原有结构，然后属于什么典型的北京居住条件，以架设各笼的方式，争取了更多的生活空间。穷人的智慧啊！哦，好专业啊，你百度的？嗯哼，长点知识了。物尽其用那一组照片的，前面特别有那种回忆的感觉吗？现在人越来越喜欢极简主义了，极简主义，所以这种照片越来越难得。对啊，今天能看到这样子的，哦，怀旧感的东西，其实心里还是挺感动的。嗯，这个是三十而立吗？三十不立。哦。我发现从楼下到这边啊，每个墙面它都有特别多的那个数字。那，这个数字是有点像标注那个建筑的尺寸。哦，感觉像草图一样。草图一样。哎，这边很多那个瓷娃娃。这是什么？蛮可爱的。这不是楼下那个潮水吗？哦，有点类似。那些老物件啊，就各种各样的特别调皮的事情，你看那个人站到那个衣柜上面，像是小时候都做过的事情，是吗？其实特别有那种感觉，回到那个时候的感觉。这个小孩跟你一样这么调皮，哎，你看这个，你好妙，被冻住了。冬天嘛，可能北方冬天比较冷一点哈。那边有个在捶墙的，走吧，下去。这娃娃是不是跟里面那个是一样的？对，它是一样的，但是据说这个是最早。就是跟着宋老师然后到处走的一个娃娃，可是很可惜的是他后面好像丢了。哦，那我不知道那里面这些是不是对他的一种缅怀，就旧时光纪念。对，纪念这个娃娃。
对对对，他也是比较念旧的人。对，里面有个警察。哪里都有一个是警察。吓我一跳！哎，你要不要跟他合个照算了？不要。挺可怕的。小组里面也看到。